开始的产品我们先称它的毛重，它毛重重量是 11.12。接下来把它的袋子拆开，那我们将里面的鱼丢进室温的水中，然后这个水是一台静止的水，不能用水龙头一直冲它。然后再来，我们称它的箱子跟袋子的重量，0.73。那毛重减到箱子跟袋子的重量，就是它的解冻形状，11.12。减掉0.73，10.39就是它的解冻减重。好，那接下来就等它与它的包冰还有它的鱼在静止的水中软化之后，我们再来称它的解冻厚重。